对大营造成箭雨压制。
多了五丈的距离，就算能射到太表，最多是皮肉上去。傅晨一脚踏上楼板，风吹起了他的衣袂，在清晨的阳光下啪啪作响。他俯视了一眼，下面是条小巷，一边是军营，另一边全是高低错落的民房，不远处还有座干草堆。傅晨嘴角浮现出浅浅的微笑，奋力纵身从望楼上跃了出去。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，他屏住呼吸，在半空中双臂发力，一张硬弓宛成满月，剑尖直指向太彪。只听嘟嘟嘟，一阵急促的弓弦震动，三支羽箭连珠射出去。还未看到射中没有，傅晨已经坠向了民房顶端。他大喝一声，挥起硬弓插向房顶，弓臂受力猛地往前一压，啪的一声折成数段。而傅晨已经借力向旁边弹去，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山墙。他强忍疼痛，弓腿一蹬，没入旁边的干草堆中。饶是如此，他还是觉得天旋地转，耳中嗡嗡作响。在草堆中躺了好一会儿，才恢复知觉。还好，虽然浑身疼痛的难受，还能活动手脚，骨头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一墙之隔的军营中，大惊小怪的呼喊声此起彼伏，还有一叠声的敌袭示警声。傅晨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撑着地吃力地站起来，踉踉跄跄向小巷尽头走去。刚刚走到巷口，就迎面撞上一队军兵。那名师长看到傅晨，立刻带队跑了过来。傅晨强忍住痛，用力挺直身板，若无其事地看着为首的师长。师长到了跟前，躬身道：“傅都尉，您没事吧？没碰到什么高人吧？”“啊，高人？”傅晨皱眉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哎，您是不知道啊，刚才蔡俊成正在跟于都伯谈话，忽然半空中射下三支羽箭，洞穿了蔡俊成的咽喉、心口、小腹，于都伯当场就傻了眼，抬头看了天上好一会儿，就什么也没看到。”搞不好有高人能凌空驾云，还设了混账，怎么可能有人能驾云？你赶紧带队搜搜，这刺客还没跑远。话音未落，就见赵飞带着大队人马走了过来。白眼卫有100人左右，训兵150人左右。让他吃惊的是，马毅竟然也在队里中。他往前迈了一步，疼着倒吸了口凉气，却见贾谊朝他挤了挤眼，不像是被抓了的样子。赵磊看了傅晨一眼，停下脚步道：“傅都尉，营盘中何事如此吵闹？”傅晨低头禀道：“啊，下官只是路过此地，听着师长说，好像是蔡表被什么人射杀了。”赵磊摇了摇头：“就是，就连军营里也保不住命吗？这刺客到底什么来头？”“下官无能，让赵长史忧心了。不知道赵长史带了这么些人是去哪里？”贾谊突然插话道：“去捉拿你义父，副都尉何不大义灭亲，与我等一起前往？”傅晨暗骂了一句，假装错愕道：“不知我父亲身份何事？”赵磊温言宽慰道：“副都尉不必惊慌，本官已经查清，此事跟副都尉没有关系。你先回府中歇息，之后本官会派人跟你详谈。”他挥了下手，四名白眼卫应声出令，架起傅晨向军营司走去。赵磊无意再次逗留，加快了脚步。刚才监视太守府的白眼卫汇报，随着太守府属官相继被刺，那些荆州士卒们果然坐不住，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了太守府，应该是要商谈对策。还是贾谊手段凌厉，如果是自己，恐怕会斟酌再斟酌，说不定还要写成长报禀报官将。这一来一回又是几天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。不多时，众人已经到了太守府前，朱红色的大门紧闭着，门口站了几十名长随，不用说，都是那些荆州士卒带来的。太守府门前还有十几个全身披挂的家兵，看到赵磊他们前来，便招呼一声，领着那些长随家兵挡住了去路。赵磊皱眉道：“刚才
一个家政模样的人道：“方长史，您带了这么多人干什么？”“找副使人问。”“方长史，您先请回，副太守正在举行家宴，不便受内。等仪式结束，再由副太守亲自前来汇报。”“什么家宴？他能从昨晚一直喝到现在？身为军医尊长的我，缉拿探查官现在是职责所在，你们敢拦我不成？”那个家政呢？赵长史，论官意，官意是比你还高。你若无理由硬闯太守府，不怕被打死吗？赵内有些犹豫，假意上前行礼道：“赵长史，剑都已经出鞘了，哪有不轻易收回的刀？”赵内挥了挥手，示意白耳卫持枪立盾，大步向前。那名家将犹豫了一下，想要拔剑，却被一名白耳卫督脖踢翻在地。剩下的那些常规嘉宾见此情景，竟然一哄而散。几名白耳卫撞开大门冲进太守，很快就折返回来，附在赵内耳边警告状。赵内点了点头，被一大队人马留在里外，带了十名白耳卫奔前厅而去。刚刚越过萧墙，就看到地上散放不少长案，而副使人被十几个荆州士卒围在其中，正激烈讨论着。看到赵内带着假意进来，副使人道：“赵内，恕我愚钝，你什么时候将副使人奉为座上宾了？”他现在在晋桥驻守石窑城，从小跟秦军一次冲突，手上有不少白耳卫的性命了。现在他摇身一变，成了解放营的小鬼。你是忘了当天的血恩仇？假意问赵长史。赵长史当然忘了，而且也没错。他至少是有一个朋友，也是有一个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我们岂能不想避讳？赵长史查出谋逆的人都是真的，我也不助他查出谋杀的人。正在争论，突然听得旁边开